欢迎你，欢快天地心要你，这是台湾人民愿望成功妙的声，这是台湾人民愿望成功妙的声。无上神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五经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为心信教已经大学，咱所有的现世同修代表，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这节继续过来讲解《金刚经》。《金刚经》的真实义，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啊，释迦牟尼佛，咱所尊称的佛祖。啊，甲孔子同时代相差十一年来到世间，一个东一个西，拢在传道。啊，咱一位释迦牟尼佛，伊是看破世事，啊，看破人世间生老病死之苦遐尼济，所以伊决定出家，要去找到生命永永远远的生命，不生不灭、不生不死的生命。那么孔子讲的自性啊，孔子先师啊，啊，伊咧想要做官，无人要。官好做，所以伊就周游列国，四处去啊。那么行啊，多伊说法传道，所以才有真济真济弟子三千呐、啊，对四处去。那么有人问我讲，师父啊，像咱即摆去佚佗旅行团。一次去二三十个就足大团了呢，哎，三千个，较早路无方便，啊，无高铁，啊，无飞机，哦，啊，无逐项逐项拢无方便，啊，三千个，哪像蜜蜂，食到倒位呢，啊，都要食到倒位，哪有遐济好食？哦，咱就动手，啊，就开始会去疑问啊哦。王孔子的三千弟子，不是真真正正三千弟子。啊，弟子就是一所传的法来接法的，有三千大千世界的真理妙法。三千大千世界的真理妙法，满虚空，或者三千弟子。哦，我说地主，不是跟他讲徒弟好多地主尔啦。后学、后知为地主嘛，地主嘛，小弟啊，也是囝。啊，在咱已经啊六千多国开始的咧，兄弟、生子孙嘛，或者地主、地主二代啊。哦，啊，在几年前，啊，我去山东，要去山东嘞吼，足欢喜个啦，毋捌去嘛。伫台湾当中，较早听到咱啊老兵啊，伫台湾拢讲，俺呢是山东的大馒头，我是山东大馒头，哦，说台湾卖馒头拢足大粒个嘛，啊，去个。啊，咱个山东呢，啊，去到遐所在，
结果看馒头拢一口吞呢，奇怪啦！我讲问遐餐厅，你们不是有很大的馒头啊？没有啊，都是这个啊。那为什么台湾馒头说山东馒头那么大？遐人家讲啊，这这就是台湾啊，当时呢，撤退到台湾做生意耶，一定要说山东大馒头的，哦，叫卖出来嘛。哦，安尼啊，这嘛是经典呢，这嘛经过所典藏落来的历史的过程啊。啊，那我去到孔迄、那个，孔子因的家园呐、啊，孔林，啊去看到叶梦，叶梦坐北朝南，啊坐北朝南呢，头前啊对因囝的梦。啊，过较头前咧，就是因孙仔梦啊。哎呀嘞，导游啊，敢讲一个故事啊？哦，讲孔子的涵养啊，甲智慧。哦，就是讲因囝，哦，甲孔子讲，你看，阮囝比恁囝较聪明啊。我儿子比你的聪明，有成就，有聪明啊。我的孩子比爸爸的孩子比爸爸的孩子更聪明啊！啊，听有无？啊？哦，那么孔子哈哈大笑，那就闲嘛，啊闲，那就是富过三代，智慧之富，智慧之财产，富过三代。哦，孔子的孩子嘛，足聪明呀、啊！哦，所以咱即摆啦有诶啦，啊，若讲哦，阮囝比恁囝较巧吼，吼、哦，咱做老爸的后尾气死啊！啊，结果我就讲啊，哈哈大笑，就是富过三代，即摆经典呢。虽然世间呢，任何一个圣人所讲的话，你会悟。那都是经典所在，哦，迄就是咱法的传承啦。好啦，释迦牟尼佛，哎，看到世事无常，啊，他们毅然出家去了，啊，出家咧，啊，当然伊是国王啊，王子啊，啊，国王对派五个弟子。五个将军甲过来嘛，咱无啊，咱出去，阿摆你出去要做将军，很狡辩呢，反正出去去用滚一个，滚一个啦，哈哈，倒贴啦。那么，老祖呢，啊，咱开始，咱要修行呢，一个念头一定爱第一尊重佛，尊重圣人。啊，尊重法，尊重法，尊重修行者，你就会开悟啊啦！你若未尊重佛，有智慧过高圣先贤所讲的任何一句话，你提来悟的时啊，你行到倒位都未平安，在家里也不平安啦。曾经咱一个老信徒，啊，伊都唔知修什么法门的啦。来到仙佛寺，来仙佛寺咧，哦，伊就安那会行拢全方位啦，拢全方位啊。哦，我讲哎呦，你也修到如如不动啊，他和面叮当我都如如不动啊。伊讲老师啊，我唔知啥好啊，是安那向我修坐禅坐到咩啊，辛苦了面叮当。哦，我呀同修足赞叹，讲你的就半段啊。袂点动，后半段你就袂点动啊，一直求佛红牌啊！啊，一直袂点动，头壳拢落落，头壳颈椎拢落落啦。但是想拢想无啊，你想无，你来走来要求老祖，我着亲戚甲讲，我爱来求老祖，才会通啦。我讲你着讲过，你着讲过，你敢来学佛祖？哦，我才坐咧。我就佛祖，
敢若想佛祖啦，我就是佛祖，伊家己就是佛祖啊，我就是什么神啊，什么仙啊，哎呀，相由心生啊！你敢若伫想，你敢若伫想想想想到咩咧？气血不通，啊，就有一天，啊，囡仔外口熊熊伫想拍，哦，哀哀叫，休叫你叫爸爸，哥哥咧拍我啦！哦，迄个时阵咧，赤者。是啊，身躯拢袂振动，要起你个腰也袂行，啥也袂行，啊，怎咧开始袂振动？我讲你修行错了啦，错了，不是讲振动这俩，咱这是爱去反省，去忏悔，反省忏悔。你也唔知影反省忏悔咧，啊，想过去的代志是安尼袂顺，你爱甲袂顺咧，提出来做。反省来检讨家己，哦，不要干来检讨别人，爱检讨家己，忏悔，卖过做嘛，安尼才是真正来禅坐。所以释迦牟尼佛，伊出家修行了六年，东西南北拢走透透啊，发觉到尾啊，这拢唔是办法，到最后来，家己坐到菩提树下，才做反省忏悔，是什么代志？对不起自己。啊，对不起亲人，对不起朋友诶，爱提出来想讲是什么原因？干嘛？归纳一个三个条件俩：贪、嗔、痴。但代志要咧贪，人生才有苦恼；嗔呢，了了高生气的人上苦恼；啊，痴呢，无智慧的呢，人生就上苦恼。这三毒。所以佛祖咧，伊只坐伫菩提树下七天，干那反省以后，哎，无什么反省啊，无什么好反省啊，唔对，就讲忏悔啊，想讲忏悔了，转来好呀啦，啊，转来开悟起来。那么这位弘法来这位先生啊，我咧等下用反省诶，现在坐嘛好。困嘛好，啊拍个嘛好，你拢一定啊想想讲，较早你都唔对个啦，啊唔对就啊回失嘞嘛，啊回失嘞嘞，天底下没有啥了不起嘛，哦，所以等于呢，想差不多正十天左右啦，啊一天呢，想到上严重，伊讲想到甲因妈妈，啊甲因妈妈顶嘴。妈妈去家呢哭三天，啊！人类讲较早拢一丢，到尾想想来讲伊唔丢，啊！再去甲伊妈妈讲，妈妈，迄阵我唔丢啦，我咧顶罪个啊，啊唔丢，请你原谅我啦嘿，我唔丢啦，我请你原谅我妈妈，哎，妈妈，啊！伊说啊，其他人都贵都贵啊，哎，都算咯，啊！再问，伊就无等换妈妈。你哪安尼袂叮当？啊，就反省到最后迄关，就是因妈妈，甲因妈妈，因妈妈原谅伊，无要紧啦。哎呦，囡仔毋捌代志啊，较早个代志啊。啊，转呢，甲因妈妈回说呢，哎，出来叮当，头前都怎出来会叮当啊？啊，转好个啦，啊好个咧。结果起来甲老祖感恩啦，啊感恩啊。哎、欸，老师啊，是安那，我甲我妈妈讲安尼，啊，就好呀。我因为爸母父母就天和地嘛，哦，父母之恩大如天和地嘛。你逆天逆地逆老爸，哈哈，你就僵直不会动啊啦，不是正气哦，参天哦，啊，你那上气呢？哦，没叮当啊，啊、哦，所以。啊，这个信徒呢，哎呀啊，师父啊，我这样坐禅，我拢用做忏悔啊啦。好、哦，我要想想，较早就足就出头够济，足歹势。哦，即摆呢，我袂啊啦，啊都好啊。所以，这就是修心啊，修心，每一项拢是经过一典藏一智慧。所以，释迦牟尼佛以四十九年弘道。八正道，八条正确的路而已，伊并无所咱所讲啊，哦，这三宗十二部经遐尼济，
当时49年，看到我公公，啊，那我倒下坐，这后来的人误着，才过去甲佛所开示的全部国家诠释起来，啊，拢叫做佛所开示的，叫做有智慧的人所开示的，叫佛云佛所讲的。哦，所以咱研究经典、上经、看经文，这是激发咱过去。过去不是过去生，那过去生我无看，这生末以后的代志，咱从经文上，咱一句一句用在生活上，这就对啊。所以贵国文化、贵国子学士，哦，贵国子的智慧。啊，伊嘛是叫咱把握当下尔，把握当下很笼统呢。啊，当下当下当下，现在发生啊，现在你也不到腰，等下刷了个爱食饭就是当下啦。哦，你讲啊，我后一顿用暗迄顿呢，要去倒去食嘞，时间还袂够嘞，唔知食会着，食袂着我唔知嘞。哦，那是去年咱一个师兄登来共修啊，我讲啊师啊，用暗好。来来，你也同齐来哦，红请，我来讲话，哦，办一道巧巧巧要请人吼，师傅同齐来红请，我哎呦妈啦，你还急要创啊？较慢些啦，那无车破咧嘛是无效，你食袂着？哈哈，是啦，等下啊，等咱咧六号过处理下来，都等我遐来咧，恁坏呀啦！恁坏嘞吼！啊，你卡在那个师傅啊，你敢叫吊车好不好？你卡在了119，叫你吊啦！吼，我都爱负责，我甲你叫吊车。哦，我爱五要五啊！那么咱的师兄呢，带一足久的等吊车来啊，吊车来嘞吼，啊，佫走上紧哩，迄搭拢会塞车。啊！走上去吊车塔嘞，他去走翻头，搁回翻头嘞，已经唔知偌久啊啦。这拢经过的经验，叫做经典，经过的经验的累积，叫做经典。拢是安心的法门，虽然唯心圣教，拢是谈心，论心，心无他论啦。啊，心嘛无他谈。只要去体验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家己去体验。那现在，哦，咱的檀香起来，我所闻到的，我感觉跟你闻无共款啊。我闻到足香的，我从感恩闻到，假使有臭腥味，哎，臭腥味呢，表示讲哎有这个灵界啊，要求度，那么用一心来。感恩求佛求老祖来感超度来加持，哦，这都是四无其呢，啊，你思想的范围是大无其外呢。曾经咱一个师兄，一开始我是，咱那阵咱那同学较少嘛，要伫弥陀讲堂共修，弥陀讲堂共修咧，一进来就直接就拍你啦。上课的时候就趴咧，就困困觉，咱上课煞，伊就精神啊！我讲你是安怎拢爱困啊？阿叔，我嘛唔知，我嘛来咧，我反正坐遮就足好困咧，别日无再困咧，遐坐，我哎呦，这东西咱的师兄，第一届，哦，张某某、张登富师兄。啊！伊就往先去，囡仔上课，伊拢个当个坐迄只椅仔位咧。啊，所以你若来拢爱坐，你个介感情足好个。你想，我话伊就无为个，无咧遐换你坐啊。啊，你坐，伊就甲你做伙坐啊。啊，坐坐你都可能啊，出听课，我当时咧讲《佛说阿弥陀经》，啊，伊听个足欢喜个啊。啊，但是伊困个足很熟啊。哎，这四五七呢？啊，四五七呢？我呢困的时候去倒去，吼、哦，我睡足忝的啦。我困的吼，一直在后山地爬啦，爬到咱上面顶啊，
小时上后山上烦啊，吼，变个足忝，趴起来困起来，汗流，哪里倒来汗，谁汗？我爱可怜恁的张师兄，带你去爬山哦。是有钱呢，啊，是有钱呢，哦，所以这个人是老祖所传的法门，足多足多足多啊，说也说不完。所以咱家老祖所传的鬼谷文化的教育观呢，哦，用各种各种宗教学术，哦，和三一命谱相，三不是三，三是那个灵性，一就是帮助他人解决困难的为一。哦，命就是命，无命可论。命就是个人因缘果报，哦，有修无修。哦，福唔是卜卦抽两张卜相，哇，老的卜都快死啊，少年卜会老哦，唔是迄种卜啊，直接进入心田，进入人的核心，进入事的核心，进入物的核心，怎么样？啊，命福。像出来的现象，那就现在咱所有同修，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哦，尤其各位，这端正，为什么？嘿，因为那录影机的咯，哦，你那独孤以外吼，把录出来，到佛佛寺道场去，恁都拍摄了，哦，有相由心生，哎，我今天去见，我要来听这个经，这个道。哦，你就很端正，三里面谱像，所以鬼谷文化的教育是从日常生活，啊，古至今用古人的智慧讲了，现在是不是有相吻合吧？哦，这就是咱维新圣教啊，台湾新生宗教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啊，一切的真理。啊，所以老祖啊，的三十年来所传的妙法，我们把它汇整起来，啊，现在汇整起来，像这一部经叫做《不能》，啊，名为天下事，天上的事，啊，一顶天下的事，啊，所以我们从太极里面，那中华文的道统，这天下。啊，这天上天下的事，啊，叫做色界色界，啊，那么空界叫做空界，天上的是空界，啊，色界天下事里面也有一点的空界，那时候寻求的怎么寻求空界，接着那个灵性，那个心安的境界，心安就是空界空性。哦，所以你要知一切法，你要知这一切法，一切法，啊，这一阴一阳的法，那知一切法，你才能超越一切法。所以咱修行，你一定要修超越一切法，知一切法，你才有法度。心安，所以咱的法门就是易经，就是易经和风水学，所以才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合为一的阐述，才于2013年，咱得到国际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提名入围，证明中华文化道统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本段节目由祥昌制衣有限公司啊，各位贤士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这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金刚经》，甲咱《易经》是一个等号的天人智慧。
啊，咱一般对易经唔知影咧，家己能够算命咧，事实讲要算命是无简单咧。啊，你要算命，命无命好好算，因缘果报，三世因果过去生的因果论。啊，曾经咱一个师兄，伊非常讲过啦。啊！伊学真侪法，真侪法门的法，啊，来上咱的法门上些遮尼呢，嘛真坦白啦。伊讲师父，我来上易经呢，啊，我听听嘛是安尼尔，我都照证，我啥都照证，我心若不安，就我都照证啊呢。哦，你敢那一日到暗世界咧晃倒各个种，你的做人的本分无做到，你要照证啥？哎呀，好我搁读一年啦。哦，好啦，师傅，我听你的话，啊、看你的面子，我搁读一年。我好加在，我要面子，你看吼。好吧，很可爱呀、啊。啊，伊讲，你讲我爱做啥无？你吼、哦，等下去大雄宝殿，去要卜卦，卜啊！你认为已经卜卦无啥？你卜卦，你真心做人处事如何？卜前生啊，哦，过去生嘛。哎，敢问个师傅，几百年前诶？不干几百年前，所有前生你总卜出来，卜一个卦就好啊啦，卜卦嘛，啊用意啊，啊伊就卜，卦卜出来，六冲卦，哦，我你六冲卦，你前生你就歹习惯，哦，前生的歹习惯呢就讲过啦，好讲过咧吼。啊，噗噗跳！啊，你当看到人拢不敢游戏，啊，得理不饶人，哦、啊，这都是前生享获啊教育。你这生要安尼无？老师啊，师傅啊，卖阁阿笑啊啦！我这生，我这世人甲挂共款啦，哈、啊，得理不饶人，包括我某董文华。没，又要佮拍嘞，哦，囡仔又要佮锐死，我讲你这是爱过修行。哦，那伊家讲师傅，你那多少人知影我真心啊？嘿嘿，若无唔知你真心，伊是安尼做多少？无你话你做了做了做做红化工诶，对不对？但是多少做主笔诶，好慈悲哦。进入你的心中，进入你的心中呢，啊，把你内在的心用意用意开始，把你自己的前生的个性、思想、行为等等呢，用最简单的当下用意用易经，啊，开始让你了解你家己的坏习惯，你即卖你都。也是在好好改进，哈、哦，妈妈好，师傅，我不过对你三年啦嘿，我免啦，安尼有够，你用下山啦嘿，你免过看我面，如果对一年免啦，啊，等好好改就好啊啦嘿，你的缺点就遐，修行的修正过去偏差的想法。啊，偏差的行为，啊、哦，迄种障碍修和行，不要再发生，或者行。啊，所以咱这师兄呢，啊，伊就就欢喜啦，啊，伊就回去啊，啊，回去咯。迄天转去呢，因厝人见人看伊转去呢，因某就生活无落去，遐囡仔就看了爸爸，当那看了鬼同款。啊、哦！结果迄天转去呢，伊就去买一挂这乌米亚粿啦，换一挂遐呢，互因某
啊，去买化妆品，吼、哦，给因某抹，啊，要买迄个糖仔饼嘞，吼、哦，啊，迄啥给因阿囝食，啊，迄面嘞，啊，因某嘞，啊，甲伊问讲，你是爱买化妆品的话，伊讲歹势啦，吼、哦，老祖叫我讲，我都较早嘞，我都无面子给你，我只买化妆品，甲你的面子，甲你搁补倒转来。哦，阿健呢？爸爸，你现在那么好，以前我都对你不好啦。哦，现在哦，对不起啦，我会改的啦。啊，那你怎么会改？真的吗？真的啦。哦，被老鼠给训了一顿啦。哦，所以这个经典经的典藏的智慧，每人拢有一部经典。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一样的道理，每一个人经典呢，拢藏在心中，藏心中呢，你用佛家呢，你爱修修个讲哦，我能够看到前程怎么样？但是咱唯心家，唯心圣教，当下王禅老祖传道，唯心家呢，用意把你内在那个本尊、智者、圣者。哦、把你请出来，用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天是过去，地是当下和未来。哦，所以啰嗦用意，干了工，你可以找到你前生的个性，啊、哦，前生的坏习惯，现在这一生改进，啊，呢就是最上圣的心法。所以就是当下我们唯心家，安心好不好？安、啊、你知你知过去先无，下暗顿家己问，后摆出头家己知，不可说不可说，莫讲出来嘿，家己知的是家己改的爱改。若是你普照我前生啊、无量劫来，我的缺点在哪里？哦，前生是怎么样？朱雀洞一定这世人自己吹啦啦说的啦，哦，没有话绝对不说啦，哦，你得靠个来修啦，啊，玄流洞啊，你高高低啊，做人得高高低啦，哦，所以迄、那个白虎洞啊，你得凶悍啦，恶恰恰啦，哦，那么成熟洞哎，成常常会阴险呐，啊，还好成熟了，翁家是修道人呐。一定够修了啦！哦，这个就是咱修道的大导师，接着咱的本尊，咱的本尊的导师。所以，咱佛家就是本师、本师啦，不是粉丝哦，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就代表咱的觉悟者，代表咱的觉悟者，或者佛陀，或者释迦牟尼佛，是来代表咱每个人都有觉悟，由心都会觉悟。那么咱的法门呢，就是鬼谷子、鬼谷子，啊，鬼谷先师、鬼谷子，有人问过，哎，师父啊。我若讲佛陀，我若足自在，我若我本身就鬼谷子，我那鬼啊尔？我讲不是啦，鬼谷子内在深层里面足深足深足深，啊，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那一位本来的自责，咱家己的本心智慧的，所以说妙智胜智慧。就是妙智胜，空中妙游，就是智慧之圣者。所以各位每个人本身拢叫做妙智胜。你把自称为佛陀嘛好，佛陀就是咱的觉悟者的本心。妙智胜，咱唯心圣教、唯心家的同修，你的名相就是妙智胜。妙智胜就是咱每个人的本。先，安尼听我，你先啦。
妙智啊！啊，所以啊，各位啊，咱爱珍惜，每一次共修，恁爱听，爱的一起共修了解。啊，咱除了正常的上课拢课程诶，啊，那么为提升各位，你们每一位内在信念要提升，你若无提升呢，干呐落在这里断轮来轮去，也没有办法达到心安的境界嘛。哦，所以咱那个师兄呢，啊，就等于啊，这家庭的规个生活就好，啊，停足就捏了嘞，叫过台中道场，叫过读书几班了啦。所以去前三月三号中间呢，我又碰到了啦。阿叔，你看我面上有变无？有，相由心生。我大家拢照镜，啊，我拢笑看卖，啊，照下，哎，感觉面足清的，啊，所以各位同修，咱普通时咱来是笑，嘴角笑起来，心就足开啊。你啊，你心头乌掉了，你们试看看，心花头乌掉了，欢喜，啊，就是。心里一足开朗一下，这嘛就是妙智胜，好空中妙游嘛，这拢是经典。哦，这是咱的《金刚经》讲的开始，佛陀所讲的四十九年一道的法，拢是在讲八正道如何做人的完整尔。啊，天顶的神无代志。保证无代志的，你咪烦恼天顶的神都得啊！你们会烦恼天上神会下地狱吗？啊、哦，那有个小笑话了。南部有某一个啊公庙啊，说哇某某人啊，你的本事本尊呢，啊落地下在关了。嘿嘿，我你有看哦？我听人讲的，听鬼讲哦。哎呀，无智慧啊！修行经过心性心行，拢是空界。啊，你现象界、世间界本身就地界，那你幸福就地界啊！幸福就地界啊！啊，你也唔相信？你要去病院看嘛啦咧？吼，轮椅塞了啦，我红塞一针啊！吼。啊，那么什么注射啦，什么创伤啦，迄就地狱啊！啊，世间咱的幸福就地狱，有烦恼就是地狱啦。那怎么办？身体破病啊，啊，该来就来啊！啊，回想到我98年，迄阵那一场病，世间那一场病呢，啊，去这医院，好、哦、好、哦，啊，医院要给他缝外当。嘿嘿，我看你安那病，结果我唔得困咧，哎呦，一房啊，我困到面顶，啊面顶掉啊掉咧啦，掉完起来几公斤啊，我讲，哈哈哈，这个卡扎，哦，我咧袂低啊，我怎样啊掉起来呢？轻挂老当，哈哈，我是英国嘛，哦，英国，这就是地狱啊嘛。烦恼就是地狱，快乐就是天堂，心安就是天堂嘛。你烦恼很多，你给它拔掉啊，你就当下就地狱了，不是说找不到地狱啦。啊，所以老祖师尊啊，把咱开始一定那么好国的挂只 logo。你既然你幸福，凭什么管排一个天堂，甲排一个地狱？你要知。这中迹啊，你要往上，你往上修行，知一切法，修一切智，你就是在天堂。三两开泰，纯两三两开泰。你呐，那来贪嗔痴，下卡困六段，那就贪嗔痴，那就落地地狱啦。所以各位同修，那么还了大家合掌，哎，合掌，这仰往上就是天堂嘛。
哦，你用安尼，你就当下你就下地狱啦。安在无？新装潢，新风貌，新。这个经典在我们周围身边，一切古圣先贤所留留下的智慧，无讲尔，无讲开尔，咱就讲哦，经典一切内底写这，这是天堂。事实上，你爱用你生活中，不要用在干哪哇，我烦恼天上遐，你无烦恼着当下，你的立足的所在，所以。咱身躯边任何一件代志，拢是咱的老师啊、哦。所以经典呐，佛啊，甲咱开始啊。那么，咱继续过来看这经文嘿。我讲的太慢了，会收慢的哦。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而尔时呢，逆袭呢，须菩提啊，拜佛言，向佛来报国言，世尊，世上上尊贵的人，讲到世尊呢，啊，各位同修，最近老祖师尊尊开始，往向老祖，咱也对。社会要未入宗门的信众大德、善知识，咱拢尊称老祖都可以。啊，指名道姓，无要紧。你讲了老祖，一经言开始都可以啊，老祖。那么咱学完都学完，唯心圣教的同修弟子，咱尊称老祖。好多尊称师尊，师尊啊，真言师尊所开示的佛家，好多尊称世尊，世尊是啥？咱人觉悟的心，好多世尊，有觉悟的人，拢叫做世上上尊贵的人，好多世尊。咱大家拢有机会做世上上尊贵的人，哦，上尊贵的修行人。所以各位的心，觉悟的心，觉悟到迄个心叫做世尊。啊，咱以释迦牟尼佛来尊称啊、哦。那么往向老祖，啊，咱称呼师尊。是安尼师尊呢？山河大地一切风水光空气等等所看得到的，拢是王禅老祖传予咱的真理妙法，哦，拢是大地为师，所以为师尊。那么讲老祖在倒位，你看了问方向，那了望去，迄个老祖就是师尊啊啦。哦，你呐爱唔丢弃诶，迄都唔是师尊啊啦。所以王禅老祖就是咱大家所有的师尊。啊，那么那你要啊，师尊王禅老祖，安尼还是王禅老祖师尊，都可以来尊称。啊，唔是称呼哦，称呼甲叫来都称呼啦。称呼啊，甲叫来称呼，尊称，啊、哦，来尊称王禅老祖师尊，啊、哦，那所以咱同修之间啊，师尊开示，师尊的真言，啊、哦，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嘛是落的真言，咱人是世间所讲的某某人讲话，讲话不负责任的，哦，真言有负责哦。真言有负责，所以同修们，咱上经经就是真言啊、哦。那么经是有负责的啊。那么小说啊，所有很大片的文章啊，那你若无开始着啊，
迄、那个佛说啊，世尊所说，世尊所开示的真言的事，那么这段就是咱个人所讲的尔。哦，所以咱要讲一句话，那足慎重的啦。好、哦，好来，咱再来。若尊重弟子，哦，要尊重弟子，什么尊重自己，尊称，哦，你爱重视一切佛所讲的法，所有的乘船的未来。拢是佛的弟子，有智慧的弟子，世尊的弟子，哦，就是大智慧的传承者为弟子。哦，那再来逆时啊，啊，逆时这句话咧吼，唔是讲迄个时阵，逆时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时间，你悟到一个真理的时，拢叫做尔时逆时。逆时无分年月日的时间，或者逆时、啊、而且逆时所悟到的这真理诶，拢是通用，都可以用，拢是佛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觉者所讲的真言，哦，所以拢叫做逆时，啊，尔时逆时，啊，释菩提啦，释菩提就代表咱所有的。佛弟子啦，所谓咱的大众哦，代表所谓众生哦，你是释菩提，别佛哦，向佛报告，拜啊、哦，用心甲佛报告，唔用嘴讲，用心甲佛来讲，所以各位啊，啊、哦，相由心生，就是啊，万法唯心，一切唯心。吉凶祸福全部由心所生、啊、所以叫做白白佛别佛哈哈阿别世尊意思就是用心来回佑用心来回佛用心回佛山用心来回法界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圣神天人众定真是一样，祝各位。本段节目。